Hello， 各位朋友，你们好，感谢您刷到我的视频啊，刷到我的视频。那我们就跟蜜蜂是非常有缘分的啊。那现在又到了一年一季的诱蜂季节了啊。如果你想吃上纯天然的蜂蜜，又不用去花钱买蜜蜂，那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如何尽快的在野外获得这个野生蜜蜂，并且你不需要技术啊，你只要看过我的视频，你就轻轻松松的可以把蜜蜂诱到手哈。接下来看我怎么操作啊，大家帮忙点个红心。首先我们必须啊自己在家里啊准备一个诱蜂的箱子啊，或者是诱蜂的塑料桶。那这个箱子的话呢，我们在农村有条件的可以用家里一些废旧的一些木板，尤其是那些陈旧的木板，做成一个诱蜂箱，非常的好用啊。那我们的诱蜂箱做多大呢？一般长度在40到50公分就可以了，宽度在30公分左右，高度在25公分左右就可以了啊。这样做好一个蜂箱，我们就可以什么，经过一个处理啊，就可以给它诱到蜜蜂。那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用过这个养过蜜蜂的一个老蜂箱。那这个老蜂箱的话，由于放得太久了啊，有些发霉的，我们给它进行碳化一遍啊，大家看一下怎么操作啊。那我们怎么去碳化呢？如果你有这个喷火枪的，可以直接用喷火枪把这个蜂箱烧一遍啊。如果没有喷火枪的，我们可以在什么呢，地上点上一堆火，看见没有啊，就像这样的话，我们烧上一堆火啊，然后等个火烧大以后，我们怎么办呢，直接把这个蜂箱给它靠在上面，这样烧就行了啊。好了，现在火已经烧起来了啊，那我们把这个箱子靠在上面啊，让它烧个2分钟左右啊，里面的温度就很高了，这样不仅仅可以碳化蜂箱，还可以起到一个杀菌的效果啊，哦，相当的牛逼啊。好，等它碳化好了，我们进行下一步处理。好了，我们的箱子已经烤好了啊，烤好了怎么办，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什么呢，有条件在你们当地去弄一些这样的蜜蜂的老蜂窝，看见没有，这个老蜂窝它可以提炼出这个纯蜂蜡，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纯蜂蜡给它用刷子或者是用喷火枪把它滴到里面啊，给它滴满，然后盖子上面也滴，槽门也滴，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去开始诱蜜蜂了啊。那我们来给它把蜂蜡滴到里面。好，我们这个时候蜂箱碳化好了，给它滴上蜂蜡啊，底部啊就随便放一些啊，这个箱子的四周啊，给它随便滴一些就可以了啊，不要太浪费了啊。好，因为咱们这个蜂蜡它可以飘出一股很大的蜂蜡的香味啊。那么为什么要给蜂箱刷蜂蜡呢？因为蜂蜡就是蜜蜂的蜂窝做成的，相当于是蜜蜂的家。那我们在这个准备的这个诱蜂箱给它刷上蜂蜡，蜜蜂在这个分蜂季节，它闻到这个蜂蜡的香味啊，它就感觉有这个家的感觉，然后就很容易将这个大部队的蜜蜂全部带到这里来居住，看见没有啊？这个盖子上面给它多放一点啊，其他地方就不用太放多了啊。好，这样滴上蜂蜡以后，然后我们呢，这个槽门口看见没有，这个门口啊一定要给它多滴一些啊，因为门口主要是靠侦察蜂来侦察，当它闻到这个槽门口有这个蜂蜡的香味，它就会到里面去干嘛了，去看一下好不好，对不对？如果我们给它做的这个别墅非常的好，再加上放的位置非常的好，那它就非常容易来蜜蜂。好，我们现在刷好蜂蜡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放置这个诱蜂箱。好，我们这个老房子我发现这个围墙啊，现在看见没有，这里有个围墙，围墙这里并且还有树在这旁边啊，这里咱们啊晒太阳基本上晒不到，我们可以把这个蜂箱放置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拐角的这个可以放。然后我看一下那个老房子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个地方啊。如果你们在当地有这种老房子，一定要去放诱蜂桶啊，尤其是在山脚下或者大山里面啊，像这种，这上面有阁楼，看见没有，这个阁楼上面我们可以放啊，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放个诱蜂桶，这个地方啊诱蜂箱，像这种老房子有这么大哈，一般放个2-3个是完全没问题，来蜜蜂是轻轻松松。我们就把这个桶箱子放到这里啊，这个地方很好。来，兄弟们啊，这么好的地方一定不要错过啊，像这种地方100%来蜜蜂，到了3-4月份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把它放在这上面，看见没有啊，刚好上面有瓦，它淋不到雨的啊，然后又可以避风，又晒不到太阳，那怎么办呢，我们上面压2块石头啊，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啊等到这个蜜蜂的到来。然后呢，你没有技术没关系，因为蜜蜂自己会在里面繁殖的很旺盛，到了有蜜的季节我们直接割蜂蜜啊。然后希望这个段子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最后希望大家点个红心，感谢。感谢各位朋友们刷到我的视频啊。来，我们看一下哈，蜜蜂无处不在啊，我记得3年前我们给大家直播的这个地方啊，发现一窝蜜蜂，然后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呢，同样这窝蜜蜂还是在这个位置。来，跟着我的镜头看一看，这个前面有个房子，我们进去看一下啊。哇，在这里钻过去了啊，就在这个位置啊，墙角里面。来，这窝蜜蜂啊，你每年来它每年都在这个位置啊，可能有些朋友说
是不是一窝蜜蜂在这里住几年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蜜蜂的话呢，它一般啊可能两三年左右它会换一个位置啊，时间长了啊。像这窝蜜蜂的话，你看现在是下午啊，已经快接近五点钟了，还有一些蜜蜂出勤，而且这个洞口发黑啊，看见没有，里面是黑色的啊。所以说像这种蜜蜂的话呢，只能留在这个野外给它做这个野外资源补充啊，我们就不要去收它了，不要去破坏它啊。喜欢蜜蜂的朋友来个红心，教你如何尽快吃上蜂蜜，谢谢。兄弟们啊，来，我们今天开始给自己加餐了啊，看见上面那个马蜂窝吧，前段时间给大家说了好了，我要把它弄下来加餐啊。上树了啊，草丛里面啊，看这个，哦，相当的饱满，兄弟们，啊，哇，这个窝蛮大的，啊，漂亮漂亮漂亮，可以吃一餐了啊。